陆续铲族版本之后 ，Razer Black Widow Chroma V2 黄族版本正式在香港上市。黄族只有45g 的触发力度 ，1.2mm 触发距离，还配备1680万色 Chroma 背光系统和皮革柔软手枕，非常适合用来进行电竞比赛。Razer Black Widow Chroma V2 机械键盘，重104+5 keys 全尺寸布局。键盘的尺寸为48.4×18.2×4.2cm， 支援 1000Hz 的反应回归，十键齐发无冲突防鬼键功能，还在左边设有聚集功能键。键盘下方热线条重新设计，可以轻松将磁吸式的手枕拆卸。手枕采用了蛋白皮革物料，触感细腻柔软。键盘表面采用了全新的涂层工艺，可以减少污渍和指纹残留。上方的分层键位经过重新排列，可以减少玩家在进行游戏时候错按的机会。采用了 USB 2.0 传输界面，线材采用了不可分离设计，连同 USB 2.0 和 3.5mm 音效延伸线，为键盘右边延伸了一组 USB 2.0 和音效连接口。黄族版本的 Black Widow Chroma V2 同样是由 Razer 自家定制，触发的压力只有 45g， 触发距离为 1.2mm， 还拥有高达8000万次的按键寿命。 Black Widow Chroma V2 支援 Chroma 光效系统，每个按键都有独立编程背光颜色，提供1680万色随意配搭，透过 Razer Synapse 软体就可轻松设定。